家里边也算是从某种程度平衡一种思乡之情啊，虽然每每看到新闻就不再思乡，但是呢，毕竟从故土出来，你的身体啊、口感啊、肠胃啊，还是想念。实话实说，但是就是为啥我说我从内地，主要是饮食。对，我从内地，你看前两天我给你介绍，今天我把最重要一个东西，把石榴，我们临潼的石榴啊，西安本土西安的啊，城墙根里边长大的，啊，纯粹就是纯地地道道的西安人，桥子口大皮院方上，小时候能从高家烤肉一家一家吃到里边去，一直到金家壤皮子，从父辈，连他们的父辈，包括陕西第一碗，他的父辈都熟识。哎，我父母就是毕竟公职，跟那边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从小那会儿也没什么餐馆什么的，就在坊上吃吃喝喝的，所以来这边包括一些调料，包括柿子饼这边做不了怎么办呢，我把火鸡柿子树苗发过来，我在这边种火鸡柿子，因为火鸡柿子它那个皮儿超薄，树和那个果根本没办法往过运，没法储存，就跟现在卖西红柿一样，都不像小时候吃那个水汪汪的，都是硬哒哒的那种的，所以能在这边做都在这边做啊。思乡不思乡肯定思乡，但是确实是看到内地的这个每一天每一天的这个变化啊，也就不想了，你知道吗？真的就不想了，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啊！所以我前两天我不是在朋友圈发这个吗？对吧？我是那个很佩服，看到那个60多岁那个大姐的那个身影啊，真的是非常 powerful， 很有能量，很感动，很感动。我现在想起来都非常非常感动。什么的力量能让一个60岁一个女人能够爬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啊？就这内地的主流媒体还都是这边水深火热啊，然后天天喊杀喊打，明白吧？从上至下，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哎，统一口径，是吧？不稀奇，说了70多年了啊，说70多年了，对吧？也很多人也更愿意相信，是吧？相信可能心里能好受一些，如果能心里好受一些，那就相信吧，你知道吗？咱起码的悲悯之心应该有。我记得最早我就说，我说我没有你这一份慈悲之心，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的太明了，也正因为此，我跟有的人很像，几个微信号的梗了，对吧？这个平台的媒体啊，都没有了。在这边生活呢，因为是为了孩子，说实话为了孩子，你在内地是吃喝不愁的，没有生计上的压力。你以前就自己做一个挺大规模的公司？有公职，有公职，家里边。怎么说呢，吃皇粮的，祖辈吃皇粮的，也从小在那个坛子边泡的，深知其中的规则，也享乐其中啊，但是本职工作做得很好啊，各种的你知道什么优秀啊先进啊，包括组建自己的科室呀、等等，也受益于此，才自己又在又做一些相关的这些周边的这些。这样子我也会从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弄那些东西，所以也算是两袖清风的啊。口碑在我带领那个队伍里面，这些孩子们从大学生来，他们考公务员进来，我在正密口，我就是负责新人的这培训的。领导对我信任，所以别人说什么为了荣辱，我并不是因为内地受了辱，我要在这奔一份荣，没有，就是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以后，住在一个不错的一个，也是一个社区，对吧？西安呢，就是高新区最早最好的，而且也得益于自己的工作关系，了解到高新区以后会越来越好，所以很早就在里边。然后呢，挑一个好的楼盘，一个好的位置，孩子就是楼下就是幼儿园，楼下就幼儿园，
就白菜心的位置。当有一天，很早就安排孩子要出来，但是没有想过这么早。直到有一天发现这个从下楼的时候，旁隔壁的幼儿园说回去让问，为什么旗是这个颜色，是什么的 blood 换的啊？怎么样？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势头有点受不了了，就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当自己有孩子了以后，有些事情变得不能容忍了。就原本自己我的微信头像是一个孙悟空嘛，我想着我在这个坛里面泡的，那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72变。那我要有孩子了，我从小给他教，那他里边简直就不是如鱼得水的感觉。但是当自己有了孩子，忽然发现不能给孩子教一些事情。但你不教，他就成羔羊了，就被剁成渣了，他就，对吧？那你怎么办？那就只能到出来。再一个也是一些想法的变化，就是过去有个段子，什么放牛娃，你的志愿是什么？啊，长大了放牛，然后牛长大了以后，娶媳妇儿，卖了牛卖了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干啥？生娃，生娃干啥？继续卖养牛，对吧？其实从某种程度上，你在体制里边其实也一样，啊，你干啥？当官，当官干啥？娶媳妇儿干啥？生娃，生娃然后把他再拉进体制，我再让他当个什么长，他再继续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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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从逻辑上讲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成不变的生活，卑躬屈膝的活着，就这样子，对吧？不是说不会，非常会，怎么会都会。但是有了孩子以后，你就不容忍有些事情了，啊，不是说别人对你不好，或者别人亏欠你，或者受哪一物，从来没有过。这就是一来了以后的美国了以后，心态非常平和。没有那些纷杂的那些争抢啊等等，包括我现在作为一个 agent， 在别人眼里我也是很佛系的一个 agent， 平和，不激进，啊，没有撺掇着别人怎么要去弄啊，很平和。包括前两天，昨天，我一个华人一个客户，他加拿大过来的，还在聊这个事情。之前朋友有一个这个40个 acre 地，一个 acre 上面建一个房子的一个。residential 的一个住宅用地，来问我，按道理几百万的买卖，我挣佣金我很舒服的，但是我给他把账一算，我说这个规划有问题，这个你的利润非常薄，你的经济上会不安全的，在现在这个行市里面，那个区域的房价是这个区间，你的利润和你的风险不成正比，我不建议做，我就会推掉它。所以我一个非常平和的状态在这边带孩子啊，只是说作为移民一代而言是不容易的，因为毕竟我又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是不容易的，还是要需要自己，但是没有老没有我，你知道三个孩子三个儿子，就是没有老三的情况下，我比现在还佛系，我住在之前那个 Costco 对面那个山坡上，我就直接在对面那个 Lowe's 工作，就是在他那 Garden 园区帮助华人去卖这个肥料呀、杀虫剂呀、介绍花啊、花的习性呀、摆在阴的地方还是 full sun 的位置呀，包括哪些是杀虫的，哪些是杀霉菌的，哪些是补铁的，哪些是酸性的，哪些是碱性的，等等等等，不同的时节、不同的配比浓度，客人非常满意。我在 Lowe's 期间。30% 的他们就我那边的园区的增长量，也很享受其中，所以，能够平和的在这里生活，感觉到，很满足啊，特别是，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啊，我刚才我想说正常的成长，我其实挺担心说这个话的。但是真的是很正常，你有意无意看朋友圈，你会比对，真的会比对。你，当你看到有一些父母，这个孩子参加一些的，他们的孩子参加一些活动，这个穿着军装，抹着红脸蛋，背着炸药包，他们父母这个欢欣雀跃的在朋友圈发，很开心，很优秀，很棒的时候，你就很平和的就感觉这样的孩子以后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对吧？也许会好，因为咱们也是这样长大的，咱们有一天也是这种成长起来，但是趋于正常，或者我经常说看起来还正常，知道？其实骨子里边其实都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的，我是觉得。只是但是看着孩子里边，包括跟他们沟通聊天，孩子慢慢到老大快年底就十岁了，他们现在的认知聊天，我不怕笑话，真的，当他们聊完了以后，回头我在想，我真的会落泪，我真的会，非常欣慰，非常欣慰。所以，在走过这些，作为一个不是官二代、富二代的过程走到今天，感到非常的满足，啊，我也非常理解这个麦克这个润哥，因为为什么我叫润哥呢？你确实帮助很多人润了。你比我大几个月，我每次叫你润哥，我都觉得你做是在做一功德无量的事情，啊，我是感到非常非常这个，为你感到欣慰的。当然，有些人他不理解你，对吧？觉得你这个啊，这个总是替所谓的有钱人或者怎么样，其实不是的，你也是很善意的，根据不同的条件，对吧？能坐飞机来的坐飞机来，能坐头等舱坐头等舱来，能坐轮船来坐轮船来。那好不容易搬上轮船了，就像那个泰坦尼克号里边那个麦克，那也是麦克，就杰克麦克，我也忘了，那个里奥纳多，对吧？他在二等舱里边，他过来，那也是一种胜利，对吧？润哥之前放那些在视频里说的话，也仅仅是善意的提醒每个人，知道每一个风险，和知道你如果买了船票了，你不要被骗，对吧？就咱们都是一个善念的心，来帮助同胞，来怎么样奔赴一种幸福。当然不是说到美国就幸福，对吧？我朋友前两月初刚进入加拿大，也在唱着这个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对吧？解放区的天，它就是很晴朗啊，它是没有压力的晴朗，对吧？去了加拿大，包括朋友去新西兰，啊，我都很祝福啊，都能够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生长在一个健康和一个秩序逻辑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里面，反正不要说，都不用说多么多么什么。天气、空气质量、环境、食品卫生、教育资源、福利保障，不用说这些，这些是附赠的啊，都不用说这些，你知道吗？不用说这些，有些人说拉仇恨，这不是拉仇恨，这些正常的好的东西，为什么你要仇恨？这是你应该反思的事情。一个积极好的一个事情，你要去仇恨它，你不应该反思你正不正常？如果一个积极、一个好的、优秀的一个事情，你看了你就恨，你就愁，你不应该反思和难过吗？你也希望你的孩子去痛恨这些好的、这些光鲜的、美好的事物吗？那同样的，反过来，你是不是应该去喜爱那些邪恶、那些不好的事情呢？对不对？那这就是价值观嘛。你喜好的是什么？你反感的是什么？这个是非常清晰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有了孩子，我也不会如此的抉择，我也不会有这么迫切的这种感受。只是来这儿了以后，像大多数的人，包括加拿大那个朋友，我们他很快的就立刻跟我说来晚了啊，我就笑了，我说你比我觉悟高。我都是在这儿傻吃傻喝两年，我忽然感觉来晚了。你这一来就说来晚了，我说你这觉悟比我高啊，所以我也是这个刚好借助这个麦克润哥的平台，很荣幸能跟大家能有一个沟通和交流。麦克这个频道不是说的一个窥探这边同胞生活的一个途径啊，你在内地干什么工作的？你挣多少钱？你这个什么途径？你是不是也是划着小船来的啊？你先把你的入籍证明拿给我看一下，没有那个事情，对吧？大家纯粹是，因为某些途径、某些平台，
某些机缘大家沟通，大家觉得认知相似啊，这个不要说那么高大上，三观相符，只是大家有共同的喜好，然后呢平时聊一些事情，哎，投缘，聊得来，对吧，大家就走在了一起，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的这，然后我把我的这个生活状态节奏啊，如果在别人眼里边如果有质量的话，那就是质量，对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欢迎大家交流。我大家也看了，我是一个喜欢这个种种瓜果蔬菜花的一个人，对吧，然后平时呢除了忙了家里边这些事情，生计呢就是 agent 啊，有时候帮别人一些小忙啊等等，偏重于这个commercial 的啊，今年就是包括土地，因为周边你像今年这个 Florida 和这个 Texas 这个德州现在不是都对一些土地都会有一些管制嘛，不让卖嘛，但加州还没有，所以今年也帮几个朋友几个大哥买了几个，包括现在也正在谈一个70个acre的40个acre的50个acre的140个acre的的地产的还有刚帮朋友去买了个买了个买卖一个门面，都是非常在咱们这一圈子里面都是非常知名的一些 plaza 和建筑物我就不说了，因为老板交换了，换了以后我担心对人家买卖有正面的影响，我会如果有可能不正面的话，我宁可做一个幕后英雄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欢迎这个润哥的朋友来给我一个为你们服务的机会以我的专业为大家带来利益，再一个也给我一个跟大家做朋友这个机会这个南加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之城我热爱这里，无与伦比的天气，夏天会热但不会像三亚呀那么闷热，这就是我去了 Florida 了以后我感觉那个空调24小时开，然后那个汽车的那个雨刮一直得刮，因为它潮气太重，空调一开也是，所以我非常我说幸亏，然后又有一个地方当天可以去大熊湖滑雪，开一个小时再开下来到大洋边上去看沙滩海景冲浪，在这个世界上我实在不知道你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有如此美妙的地方，而且南加州比起北加州又好在房价接地气儿虽然觉得够高，但比起内陆一些城市，它是文化起点，加州又是全世界排名在第5，对吧，它的经济文化旅游再加上加州这么好的天气，它的水果最高品质的这个橙子牛油果都是产自加州，其次是智利加州是最棒墨西哥最后才是智利，所以在我过去在内地吃的一些这最贵最贵挨个卖的是，这我在内地我今天早上想起来我去买都乐菠萝的时候很便宜，卡索那么大个，我说我在内地过去买一个菠萝按个卖，一个卖60块，特别是我媳妇儿怀孩子的时候，我天天各种进口水果，那个南门外边那个超市卖进口水果哪一次都得700-800块的，最后我也是一核算两边的生活成本，我在内地花的钱跟在这边生活成本没什么差别买一套房子幸亏那时候买的比较早，所以在此我也说买房要趁早买房要趁早，你不要再等，再等永远都是买的更贵的你去看这个发展阶段一定如此，等到下半年马上开始减息，南加的房价以北加做参照，它就不是爬坡往上走，它会一个弹射往上飞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让我看来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房价一旦那样飞射的话，做一个普通 agent 你买房子都不一定，我今年年初我发现不对了，然后朋友去买投了4个 offer 4次没有一次成功，没有一次成功，所以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首付了可能不到一半，月供2000多，
不算多，再加上保险，现在地税，加拉马西一个月可能不到4000块吧。你再讲讲其他生活成本，因为咱们都是这种很普通的，对对对，我觉得都是咱们都是很普通的家庭，都很普通，对对对。因为很多人这个会给我讲说你讲的都是一些富人的这个什么，其实不是，咱们不叫富，我天哪！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所以说我一直不提倡那种，就是经济条件特别差的人，然后来美国，对对对对，那么你就得从头开始嘛。从头开始的话，这就意味着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打破你以前的这种思维，这个就会给你带来很长时间一段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压力。是的，是的，这个所以说你看，理解理解，你以你的角度。以你的角度，就是我讲很多东西大家都会喷我，那以你的角度，咱们一个正常家庭的每个月的开销，我讲也会被喷啊，每个月的开销啊，生活成本啊，除了房贷啊，然后车啊，保险啊等等，这些都聊一聊生活费。车我两辆车吧，车也不算豪车，对吧？我还不像润哥你这10万块钱车，5万块钱的车，或者5-6万块钱6万块钱左右车，每个车保险再加上车贷。2辆车一个月1500，这很正常嘛，对吧？再加上我一辆电车，主要开电车，家里边全屋顶太阳能，太阳能它的产生的电量，我们家是当时是按它的那 estimate 的就是估值的140%做的，所以可以全 cover， 每个月电费10块钱，但是我每个月要交这个太阳能的钱。但是我太阳能我是一次性的价格，相当于有一个 down payment， 对，然后再付，对，这我太阳能一个月200块钱嘛，哦，就相当于我一次性的把这个电价，从我安这个太阳能，加州应该电价已经涨了6次嘛7次了，就这6-7年时间里面，所以我相当于一次把电价给买断了，至少在这个几十年里面，所以我尽量就开电车嘛，所以相比较而言，我这个能压缩的生活成本我还是算是精打细算的。然后太太在家做饭，一个礼拜出去吃2次饭，周末你也知道我出去吃2次饭，但是5口人吃一顿饭怎么不得200块，加上小费，是吧？我不说逢年过节再去好一天，比如点个鱼啊，点个烤鸭呀、什么之类的，基本上在300-500块，对吧？这都不离谱不夸张的，还不要说朋友来了带朋友去，像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礼来送往的这种情况，那就不往您算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整个一家子的住房成本，那如果说他一个人来，他只是在蜗居在一个租赁的一个房子里面，那可能700-800块就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要是以家庭的话，你怎么？因为这边不可能让你一家人窝在一个房子里面，房东也不会愿意。那我是一个agent，我也在做物业管理，这是肯定的。你最起码得要2个房间起步，你2个房间。如果英文稍微次一点，你住在一个老华人区的话，一个月也得小2000块钱说话。如果你再讲究一些质量，比如说像好一些的区域啊、学区啊，你讲究我要让孩子上好一些的学校，不想跟一些其他族裔的孩子去学不好、有不良的这些东西，去好一点的。你不管是 single house 整包，对吧？别墅独栋屋的整包，或者是 townhouse 的这种，也得2-3千块钱起跳啊、嗯。所以房产的花销2-3千到3-4千以家庭为单位非常非常正常，只是说内地人他可能喜欢把这个钱进行核算，就是我拿人民币折算成美金，那你一个月几万，那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在这边咱们的生计都是以美金计的，所以我们挣美金花美金和挣人民币花人民币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几千块的概念，对吧？房屋每个月的花销4000块，车一个月1500块，然后再加上这个吃饭一个月3000块吧，咱不说3-5千块，我刚才其实每个月都在5-6千块也说，只是现在一切趋于稳定了，就一个月可能2-3千块，这个就多钱了，7-8千块了，我都不敢算，7-8千块，然后包括保险了，哦，包括保险，你孩子。主要是保险，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房屋保险，这个是大头。我普通一点，就是 cover 的普通里面1000块钱，咱也不要说金牌或者更好的那些，因为那个你再加上牙科，那个就没有，那家里条件好的，我还上限，没有上限，3-5千块，嗯，对吧？3-5千块就是每个月，嗯，然后他把他的401就是退休基金交满，
因为孩子都大了嘛。但是人家的好处就是50多岁就退休，50多岁就退休，人家就是退50多岁退休，过2年退休，人家也生活质量不会因为退休了而有任何的差别，就人家的这方面都做得很好。咱们不要看最 top 的最尖的这些东西，咱们就很普通一些 regular， 很普通很普通的，对吧？就是整个前面就是打包，对吧？你保险1000块加上这个就一个月，家庭保险、房屋保险、房子的 down payment， 对吧？你维护，那维护都不用说了。你像我刚说，加固一个地基5万块现金 cash， 然后改一个侧院，对吧？推堵墙2万块，改成那种为了就是爬玫瑰，把那改成那个栅栏，对吧？这都是啊，这包括这个翻新厨房，就是几万块，就是你没感觉就10几万就没了，这家里边看着怎么还是这么旧旧乱乱脏脏的？这还是没有游泳池的。哦，游泳池1年1-2万。对呀、啊，我们隔壁就是，那个警察他们家就是，啊，有时候叫我们孩子去那边玩，所以这个东西。加热 gas 等等这些都是费用。然后咱们再说一个头，孩子，这是大头，这个是最主要的。7-8千，怎么就算8千吧？算8千跑掉以外，然后开始说正事儿。孩子，对吧？你说我这个可能比较特例一些，3个孩子，对吧？老大、老三、老二，这都是儿子。相比较起来，其实他们还能省一些，因为老大只要没有穿烂的这个衣服鞋。老二、老三还能穿，啊！当然，我随着这个节奏越来越快，我发现能穿越来越少，基本上穿不到半年就磨烂了。就，但是你不说别的，从老大开始学这个冰球、棒球、篮球，老二也，他们俩一般高，也同时在上，包括游泳，跳舞，对吧？这些体育项目的装备。和你为了让孩子在一个高质量的地方学，你会比如说去把他送到一个好的一个学习好的一个 group 好的一个学校，甚至他 level 再高的话，比如说现在跳舞，他现在已经不是上 group 的一群人上，他可能已经是单练了，已经是，对吧？已经是1对1的，这个就费用就已经不是说的是几十的那个状态了。你还不要说刚才咱们说这些东西的装备啊，冰鞋棒具，因为它在涨，它的臂展也在涨，你的这些东西也在 update， 也在不断的在升级，所以它技术涨，它的要求也会从一开始的一个手套可能几十块、上百块、几百块等等等等也会起来。所以如果加上这些课业装备，还不要说日常的服装鞋旅游，我这人比较宅，喜欢在家待着，都不算是带着孩子去转的，去到处跑的人，就是周边的去 hiking 爬爬山，跟朋友去朋友那儿，去家里边玩一玩，有条件好的可能还有河呀什么钓钓鱼等等，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开销还算少的，一年我觉得也得不要说3-5万，3-4万是有的，所以一个月满打满算不冒尖儿，正常的你10000块钱就放这儿啊，一年你因为你报税，这我还不算是激进的，要挣的多少多少都是还不算那个，对吧？挣的多了，人家因为什么呢？挣的多了，你上税额度也就高了。所以每年我给我太太，我承认错，我说我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不是说业务不思进取，这不够激进，不够努力，我应该怎么样啊，我也是调侃，但是确实是税那边一卡，家庭这边一开，开销再一卡，所以润哥说的是非常实在的话啊，没有说的是有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啊，一来了以后2000块钱搞定，对吧？包圆儿，对吧？但是我也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就是说去什么，就是前像说那个吃福利呀、啊，去排队领那个救济呀、啊，我没，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也不知道那个能，我也不符合那个条件，我也
也不会给我。在有些氛围里边、环境里边，说实话要挨骂，要咱们要觉得很正常，就是能接受这些事情啊。但是不因为这一点改变我们自己说假话啊，讨好别人。都到美国了，这没必要，对吧？说实话啊，坦荡荡的说实话，在这里说实话是没有风险的。就像那个过去那个《我爱我家》嘛什么的，编辑部故事里面有那个人唱那个歌，是贾田们唱的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对吧？你这个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正常的环境里边是大家看着你好我好，大家都是彼此祝福，心怀感念，庆幸拥有这一切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态，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条件反射啊，不是因为好或者然后就挠啊，心里面怎么样啊，对吧？你如果是一个成年人，你应该反思一下为啥会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孩子父母，你如果有这种想法，你的每一个气息都会渗透，让孩子会熏染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不因为你的喜好来到这个世上，但是你要做到起码的，不要说对得起孩子，不要对他有负面的影响啊。这个有些人这个生孩子，包括生所谓的有些生儿子，他不是去买了一个爱马仕的包，一个 LV 包，你有我也有，他而且这个代价最低啊，这个代价最小啊，然后出来了以后又生娃不养娃，对吧？包括这两天看内地发生一些事情，对吧？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啊，这个放弃了，对吧？我都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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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汗毛都立起来，你知道吧？作为孩子的父母，看到这个事情是非常痛心的，真的也不敢想象经历他们经历的什么。特别是今年你前两天发那个，光今年年头，这前面都不是小半年，就那一个季度，内地发生了多少恶性案件？包括我给我父母，有时候微信啊，打电话我说你们能低调的生活就低调的生活，不要有任何的这个跟别人发生争执的可能啊。内地这种戾气已经非常，任何一个火苗，我不是说谁对谁错，我只是说随着内地的这种大环境的这种变化啊，我不说是什么环境，对吧？就是我只能说经济环境，咱就只说经济，咱也不说什么引起了经济的变化，只是这种环境让人看到的仅仅是一个开始啊。前路是可知的啊，也正因为此不断的提醒内地的亲人，让他们要小心注意安全，要避免矛盾啊，不要这个显露出优越啊等等，都是为了他们这个渴求安全啊，不能说安逸，安全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以正常的心态，能接受好啊，能追求好，能有一天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好，这个就是人一生的追求的目的与价值。这个也是润哥做这个频道不断的提醒大家的一种善意啊，来帮助大家不交学费，不被骗，不走弯路，尽可能少的冒风险，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是骑自行车来，还是这个坐动车来，还是坐火车来，还是坐这个飞机来，还是坐头等舱来，根据个人的条件，尽可能保证安全情况下，来追求自己认知的一份安逸和可能，以及自己子孙后代的安全和一个文明和一种可能多的一种健康的可能啊。因为在有些地方这种可能性，你敢有人你较劲说你敢说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落在你一个平头百姓身上，你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你买个彩票的可能性都没这么大。所以认知现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如果对于自己而言，你可以自我说服，咱比如说掩耳盗铃，可以自我说服。但是如果你有
孩子，你有自己的子孙后代，你要正视这一切，因为你闭上眼睛，即便你的子孙闭上眼睛，每一道鞭打都会实打实的落在你的亲人身上。啊，说这话不是因为，还是那话，不是因为我呀，我没有，从来没有挨过，但是你眼睁睁的看到，你深知怎么回事，知道吗？这东西按照这种大趋势，我也不敢说还回不回去。原本虽然中间也陆陆续续回去过，几次，陆陆续续回去过，一起回去过两次，我自己回去过三四次，然后再回来了以后，就越发越感觉到，还是在这边待着吧。而且这个趋势，内地现在已经，出了5个法律，48000多个条款。因为我也跟你一样，我是学法学出身的。关于这个，这个什么抓间谍，边控啊，限制出境的这个条例。换句话说，只要想，你谁都别想出来，啊，美国呢，是你如果有问题，我不让你进来。但是比如说金三胖在朝鲜，他就会有他是。你谁都别想出去，啊！不让你进来的人是监狱，还是不让你出去的事？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啊！所以我这辈子不会去朝鲜旅游。祝愿大家，现在真的是祝愿大家。我绝对没有隔岸观火或者看笑话的意思，我是发自肺腑希望大家好，祝愿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努力，一定要努力。因为此时此刻你可能还有努力的机会和条件，可能在内耗一段时间，你连努力的那一丝希望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会恨自己的，不要让自己悔恨自己。尽人事听天命，我已经努力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了，日后无论结果怎么样，我没有任何遗憾啊！不要说你对得起别人，对得起孩子，你对得起自己，对自己说得过去，对自己交代得了。希望能为，润哥的朋友，麦克的频道，能够有一个善缘，能够有一个更多的服务的机会，我跟大家交朋友的机会。辣椒要多要少？你们家这个碗就感觉跟饭店的似的。那个辣椒油要多要少？啊，润哥，辣椒油一勺就够了，一勺就够了。我的天，自己榨的辣椒油。胡辣汤也是纯手工的。来吃油条，就一夜回到了中国。辣子，来点，来点。